特写 Fox， 红花了你就红，杏花了你就白，杏花了你就白。感动吗？感动也给点掌声好不好？老师感动了，你看可以吗？老师，我感动到哭了。可以吗？真的，我们努力了。能不能来一个？咋来个说唱，好不好？来一个新时代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和那个程程来配合一个吧。可以。啊 ，Big Box， 来，有请我们的梅花鹿的王栋。哎呦啊！厉害喽！好，观众朋友，完全没有任何排练啊，开始。Mic check say one hello one two three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方省的 FCC， 初来乍到来到朋友来和大家相聚，希望能和他做的歌就变得更加亲密，当然游戏要继续，不需要有所顾虑，但同的媒体早已为我们开始播的情侣，我开始做起笔记，写下我回的记忆，就把这里发生的故事变成我的回忆。 What's good yeah， 可以啊，你现在可以啊，小伙子。你们还有什么技能？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梅化工的李健，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复古的那种 disco。哦，那是超哥的。那不是我的，我现在是这样的。来来来来来。哦耶！超学出了精髓，我觉得。是僵硬舞啊，没有，就身体的摆动其实真的很大。哎，绝对是精髓。这个我第一次见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停停，可以了，收。不愿意，可以，可以，好了，真的要停。好了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我跟你说，落单可以。落单。自由泳，祖蓝，升级一下。跑男团，比怪是不会输的。Baby 已经放飞自我了，我跟你讲。其实我们这位工人兄弟为了今天跟大家进行挑战，他学了小鹿的一个舞蹈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哇塞，哇 ，amazing， 完美，太可爱了。哇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好，我跟你学吧。站在原地找着什么？早已经跟不上我的节奏。真的，小鹿你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哎呀，小鹿，原来你是这样跳舞的，一模一样。